不打会松，因为妈妈现在能够打开嘛，打开这个才有办法，我以前都紧紧的没办法打。我去那个中医诊所，那个我看到复健的师傅有用这个，这个是用什么原理啊？我看到他们砰砰砰砰震荡了，这样一弹啊，咚咚，哦，比你那个用手敲击的更坚固一点。哦，可以从硬的那个韧带上面弹。以前都打不开啊，想要打都打不到。哦。那不会烫，那你看，不会烫啊，不会烫。不会烫。嗯，不行，我的手指现在不能动，我要稳定。我可以感觉一下。我现在要稳定。就这一条哈，很紧的韧带，来打它会比较容易松掉。嗯哼。这是这次学的。啊，这是我的。哦，不是，我说这次学的。啊。这次上课学的。没有没有，不是不是，很久就有了。我很久，我用很久了，很多那个、那个疼痛我会用。疼痛的时候要用。对，僵硬了。哦。因为太紧了，僵硬了，压不动了，会用很多时间压，我就用这个。哦，要很多时间压，就用这个东西打。对对对，这个就快一点。哦。就用工具了哈。对，工具。他们也甚至于那个脊椎啊，肌肉有点。后面肌肉紧，它打一打会松掉。不会痛，不会痛哈，这松不会痛哈。好了，不会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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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